表哥跟你玩是吗？表哥嘞？表哥去哪啦？他去找你了。干嘛呀？你想要抱抱啦？要抱，给我抱。你看你抱了，来，表哥抱你，来，过来抱，来抱。哎，表哥，你有力气吗？脚都还没立地，穿的多抱不起来了是吗？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就要抱啊！我就要抱呀！你不会走了，你还整天要抱抱？不会走的时候，一天要走路。还抬起椅子。你不要搞烂椅子哦！哎，强力大力士。椅子英文怎么说？英语怎么说？桌子呢？桌子 desk。书本。书本 book。book。book。布丁呢？布丁 pudding。还有什么？铅笔呢？铅笔呢？铅笔是 crayon。那个是蜡笔。铅笔你都没学呢。铅笔，我只有学过蜡笔，没学过铅笔。早晨，morning， 你那个衣领怎么回事？啊你那个衣领都没有翻起来，有一边衣领没有翻起来，把它翻出来。乖乖的，把电啊。哥，哎呀！你会帮推车吗？你会推这个车吗？让你推不是让你拉。香吗？下坡不要推那么快哦。你要拐弯不？看路要拐弯，不要推那么快，先下坡。表哥去倒垃圾了。你会不会？哥哥会吗？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有这个歌吗？会了没有？会了，但不会。那你跳我看看，我看看你会不会？你跳我看看。我去，哥哥也学一下，我看看你学会吗？不会。来，都不跟我跳了。你不是很嗨的吗？你们怎么这么奇怪？不行，你来跳啊！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没有？啊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那你自己跳呗，我看看。让他发射出名利来。那我给你搜那个科目，那你跟着跳好吗？好吗？我想上。别吵。
哟，你还真会哦！哟，跳得不错哦，可以哦。爸爸都不会，你都会啊？边自带 BGM。 妈妈，我是在看你的屁股。你都不去跳舞，你看人家弟弟跳得多好。妈妈，你是高海豚。有这么会念吗？高手。高手太短了哦，这个比你爸肢体协调。边跳边哼边唱的歌。嗯，这个歌他早就熟了。妈妈，你干什么呢？起来。我怎么起来？真棒，真棒，棒棒的。哥哥也学一下。真好看。会了没有？好厉害！哎呀，老师，哇！你来看你们奥特曼的跳，快点！我去，我去！跟奥特曼一起跳科目三。全世界都在跳科目三。跳了，打个出汗，出汗了，真棒，出汗。